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食不创意。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或者点赞收藏哦。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们以往知道蛇的毒液，包括一些其他生物都存在的毒液，但是我们不知道海螺竟然也有非常强悍的毒液。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吉星螺，实在是想象不到一个不起眼的家伙，是要比黄金眼镜蛇更加剧毒的生物。一只吉星螺的毒液足以杀死十个成年人，而且毒素是几百种化合物合成的，基本上是无药可解。这个东西像心脏，因而得名。吉星螺有很多种类，每一种都拥有着剧毒。吉星螺的尖端隐藏着很小的开口，里面有毒牙，可以从这里射出毒液，所以使受伤者一命呜呼。关键是吉星螺的体型非常小，体内的毒素也不多，所以吉星螺的毒性非常强。而且每一种吉星螺的毒性组成都不一样，所以在海边的人一定要小心这种生物，被它咬上一口可能就没命了，而且死亡并没有什么痛苦。科学家在吉星螺的毒素中还是提取了麻醉剂，这种毒素同时还含有镇痛成分，可以使猎物动弹不得。它们具有非常灵活的皮下注射器，接连着体内装有毒素的囊，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迅速将毒素注射到猎物体内，于在被吉星螺攻击之前依靠生物神经系统控制着自己的身体。吉星螺将针刺入鱼的身体后，只用不到一秒的时间就阻止了鱼的挣扎，紧接着毒素展开了第一轮攻击，迅速进入控制鱼类神经信号的化学阀门，使阀门处于长时间的开放状态，毒素不断地侵入鱼体内。吉星螺表面艳丽的颜色和色块的模式很容易吸引那些好奇心强的人将它们拾起，而悲剧就恰恰因此发生了，至今有几十起因为这个生物导致死亡的事件。好了，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我们，更多精彩创意视频关注食不创意。